亲死了七天，尸体已经腐烂变臭。是我们教子无方，我们拖累了大家，拖累了立邦，也拖累了义志，我们要做牛做马的偿还大家。吴科长，高厂长，我们林府米庄不用赔偿，如果没有陈总经理，没有立邦银行，我的林府米庄早就完了。你们申请也不要，陈云这为我没少受罪，我们不要什么赔偿。谢谢你们。各位，温泉制药厂抗老药临床测试完成，而且刚刚下生产批文了。这是打破医美垄断的抗老注射剂，看看。真的吗？哎，温泉，太好了。好啊，这可真是好消息。闭嘴。程一志出车祸了。老爷，现金已准备妥了，只等您一句话。不是等我，是等他。老爷，程一志在圣安路发生严重车祸，你送往圣安医院就诊。一志，大夫，人醒了。一志，说出你的名字。颜色吗？蓝色。这个呢？黄色。还有这个。还有数字，数字能分清吗？啊。这个。这个。七。程一志。你还识字吗？一个一个念出来。温泉制药成功研制国产首支抗老注射器。张大夫呢，是我们圣安医院的名医，程一志的情况还请你判断一下。好，程一志呢经受了脑震荡，但是思维意识未受损伤，情绪反应正常。行，命绑住了就好，皮肉伤我们慢慢养。这剩下的可不是皮外伤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？现在几点啊？刚过九点。
医生说你醒得很快，意志很顽强。12点之前去黄公馆找黄老板。为什么？他能帮助力吧。你们昨天见面了？保住力保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你，对不对？他要保住力保，你必须要回去，回到他手下，是吗？帮银行大门重开，举措不断，非但银行存款满200元以上可等额置换文泉制药工厂债券，连真真桐油厂债券300元也可等额置换文泉制药工厂债券。听说了没有？这程一志打陈一壮，立邦银行是奇招频出啊！你确定不是昏招奇出啊？我跟你说，拿文泉制药做大旗，又想结束存款，还想堵住真真桐油。什么真真桐油？我看真真漏油，搞不好啊，这文泉制药也让他漏光了。我看也是。好消息，立邦银行两债券一起冲破了券面价格，文泉制药在黑市上冲到了1元1.7元，连真真桐油也有1元0.8元。不愧是立邦，玩家和炒客现在都已登场，这波多头行情短期内不会停。立邦起死回生啊！起死回生。今日我行，债券置换债券61000元，存款置换债券167000元，兑取债券10000元，兑取存款仅8000元，新吸纳存款1400元，新购置债券6000元。我们立邦的流动资金已经超过了安全线，我们立邦活过来了。今天晚上各位回去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我彭经理、艾秘书，咱们留下来整理一下兑取记录，其他各位你们回去好好休息。明天呀，咱们还得打硬仗。明天见。